最新话题，国民党第六选区大安区立委初选在上午公布了民调结果，总统府前副秘书长罗志强是以43.439%支持度大胜议员钟佩君的30.851%，以及国安会前副秘书长杨永明的25.710%等市党部提报国民党中常会之后，就将正式提名罗志强代表党参选立委。我是肖慧文，您的生活日常从每天收看中视新闻开始，中视新闻陪您度过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，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